跟他打招呼哦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他在跟别人讲话，我就微笑跟他点头，然后他就看着我这样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看到我。他才刚比赛出来，然后现在跨界在当主持。好哇，好，怎么好？那不好意思，王云贤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他那时候连头都没有给我点。对，阿金妈给你跪好不好？我点是跪吗？啊，今天口背闷闷。哥不要这样，哥不要这样。不公平的待遇哦，每个我觉得歌手应该都有遇到。像我最近就有时候还是会很常遇到那种，可能经纪人在接电话在沟通这样啊，我就在旁边就有听到说，可能啊我要敲孟贤哪一天来活动这样，啊可能就报了多少钱，然后对方就会开始可能为了要杀价什么，可是这个价格。孟贤也没有出过唱片啊，他还不算唱片歌手啊，你们开这个价格不会太高吗？这样就讲这种话其实蛮伤人的。对对对。但是我就按了北开麦勇气去，主一刚开戏，我的决定我要出写真集。所以。我以为你要去拍动作片之类的，有没有？进军史外格那一类的，我想讲我给他出几个 DVD 的好不好？对啊，不公平待遇很多啦，像梁欢应该也蛮常有常遇到嘛。我记得我产后复出的时候，我有遇过一个现在正在线上主持的那个男艺人，讲出来什么名字？我跟他打招呼哦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他在跟别人讲话，我就微笑跟他点头，然后他就看着我这样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看到我。什么鬼哦？对，可是那时候我算是出道有一段时间了，有知名度了，他才刚比赛出来，然后现在跨界在当主持哦啊。好哇，好怎么好？那不好意思，王云贤，是你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可能是我吧？就是你啊，然后就是你，是因为你近视没看到哦。是你的话，那没办法啦，没有，因为后来可能比较常做到录影的活动还是什么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发现他一是洗洁自我保护很那个很重的一个人，所以真的是陈梦贤，真的是我，真的是你，对啊，就是你。不好意思，梁婉姐，我刚才进来化妆室有没有跟你？你叫我，我跟你鞠躬哈。我说白云哥好。我跟你鞠躬吗？回礼吗？小心，下一次话题就是你。我后来才发现，伊不是一种会主动去跟人开杠的啦。对，然后有一次我跟他遇到说，哎，你现在哦，你今麦就红呢，你刚够定登去琉球，伊讲无啦，梁婉。姐，我呢就想要跟你开讲，我搁拍摄跟你讲话，我才发现原来伊是姐，其实是害羞。对，我要梦想本盖姐，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休息室，有跟梁欢提到，对，梁欢比赛桂冠的孙，那时我高一，阿陈梦姐跟你妈妈十块钱，你怎样不？他还很小呢，所以他梁欢在他心目中就是前辈，对，是前辈，所以他就会比较害羞紧张，顶多就是点个头这样，他不会不敢再多聊什么这样，没有，他那时候连头都没有给我点，对。阿金妈，给你跪好不好？我点是跪吗？啊，今天口背闷闷。哥不要这样，哥不要这样。白云哥，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分享什么啦？你的歌台啊，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精彩的吗？你应该看谁？应该看泰哥。三米泰哥，我阿金妈，我这结束了啦。哎呦，结束了。超轻凉脱衣舞秀。二十几年前、三十年前，万应祠啊，还是那个百姓宫，真的会有的那个人家会朱兰嘎诶，请阿基雷上脱衣舞来，脱礼物，脱礼物，对对，哎，起码不啊啦，嘿啦，啊，当初你唔知诶，嘿脱礼物来哦，咱是无阴阳眼嘛，听讲足侪啦，千千万万人啦，但是咱看到吼，我看到的人都超两三百人啊啦。你现在你给我讨的对高快六，我也算是其中一个了。他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哦，我啊，哎，听讲哎，阿姆吉大卫大卫那个万应宫那边有人家要来，这个没来团哦。啊，你知道我们年轻嘛，十六七岁，哇，阿姆吉超哎哎七八点哦开戏啊，我会主持人啊，来，咱就真正有影哦，咱这东风霸团啥。那球那过来撸来撸来撸去嘛，三四修瓜嘛，搞不来就是3.4也那样啦，你听下不？对对对。啊，我较厉害，一个人手扎，
我会急速相关的，对对对。但是一查一就讲，哎，他有迄个警察嘛，police先生啊，哎呀，對對對，你爱查，你只要三点不漏就好。嗯，我哎，他看哦，我看只四十分，我就爱紧等伊啊，我真艰苦，因为个少年嘛，他跨跨一步吼，我觉得他是一门艺术，因为他不是说哦那。你看，对，他是對他说他是唱一半，他是遮住两个点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然后他转个圈，转个圈之后，他假装让你看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又另外一手又过来，丢丢丢，吼！侧边的男士就很可能在那个 moment 就看到漏点，这样哦，皮会转到往里。他那样子，你是有在现场看过？现在很好，你别再拍垮，你东西带废水个。对，他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，哇，好有经验哦！你是不是有坚持？看到姜鬼，这一炸把跳过古巴顶了。真内行的，还若隐若现，若隐若现。你刚才最后嘛是腾根根。哎，我麦听过人讲，伊伫遐跳到安尼哦，哦，就投入的，突然间看到楼卡有迄个某来滴啊，伊翁走来偷看。干嘛呢？真的，你爱玩卡玩 game， 伊那玩 game 嘛是爱过哪跳，过跳到伊底下哩。来来来来，各位咱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啊，我看到他。很出奇嘞，咱的恐龙做咩最想要开始哈？今日这部经理最高滴啊，邀请到咱跨国演星小贤贤那个现场哈，为咱大家表演一个。本来不得破，想搞成吹了起来。好，来，那苏生再回一个性感的音乐。哦，哎，就开始点叫不？很屌，很屌，开始一直点叫尖叫。现场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啊，这时候，这时候你摸得出来，摸得出来啊！你这个心。啊！你来来啦！你刚才问你从哪里来的？我叫你去管管导游，你起码干哪？这管鬼死人哦！真的，加到用龙山，加到坡道我都掉了呀！啊，结果你冒是冒汤款？没有，你要继续跳，你要继续跳，你跳到都长头崩呢！哎呦，我头崩，我好神经抓好伊呢！我就叫你冒呗！你要继续跳啦！你要继续跳，对，你要继续跳。然后你就很尴尬了，一直看别人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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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做瓦丁维郎嘛很辛苦，真的。台下发生什么事我们还不能分析，对他那个临时反应有没有？